我甜水都溢出来了，你帮我去开一下嘛。哎，昨天不是刚刚你开了吗？但是他今天又满了。你一个人行不行嘛？对呀，我一个寡妇，她做不了那么多，没办法呀，好不好嘛？那我去帮你开吧。嗯，那好，现在去哈。我自己一个人去得了。哎呀，一起去了，你一个人怎么开得了？我要帮忙啊。冰冰啊，太感谢你了，大头。冰冰啊，这个啊。我们耕种呢一定要讲究春秋时节，这个精明插秧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最佳的春雨时分才能插秧啊。以后自己开甜水啊还有耕种的时候要注意点啊。好了，哦，这样子啊。那个大头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其实你跟我说的这些我都还不大懂，要不然这样子吧，你以后帮我耕吧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一个人耕不了那么多，隔壁家的全都丢给我，腰痛，老毛病又犯了。那你耕不了那么多，这样子吧，你看现在天气这么晒，你在我家下碗面吃，吃了面，咱们再谈一下那个怎么耕地，你好好教一下我。哎，既然你那么乐于学习，那我也乐善好施，教你几招啊。好，那吃了面先。有没有冰水啊？有那个雪条。哦，行。还有酸奶，来这。那个粥太多水了，冰也不够冰。但是你也喝了挺多的呀。这不是人饥饿了吗？那个大头啊，我跟你说个事啊。你看我一个寡妇在家里面哈，这长年累月下来呀，一个人呐，耕那些田真的耕不了，你得给我想个办法。你教我的那些技术啊，我啥都听不懂。我觉得你生活在咱们农村那么多年了，这些都是打娘胎里面出来都会了，你既然说不会，哎呀，枉费我教了你足足两小时。那没办法，他就是不懂。那你以后也不帮我耕，那我去广东吧，这样子那些田就让他荒废吧。去广东怎么行呢？广东很多那些捞佬等一下把你骗到外地，你这一辈子就回不来了。那也没办法，那你说我一个寡妇我能干嘛？是不是我还能做什么？找个人家嫁了，这个不简单了吗？是吧？我看你挺不错啊，那你觉得我怎么样嘛？使不得，使不得。你看我这个条件怎么能配得上你呢？你身材那么好，又那么漂亮，虽然说是寡妇，但我也不能癞蛤蟆吃天鹅肉嘛。我就喜欢像你这种憨厚老实实在的人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其实有一个私生儿子。私生儿子？你不是没结婚吗？我还有一个私生女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说来话长，以前我在深圳那边打螺丝的时候认识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初恋情人，只是后来他家里面不同意，我才落魄到自己带领个孩子回来。哦，这样子。可能我配不上你。哎呦，怎么他就配不上了呢？我们两个在一起幸福开心就可以了嘛，管别人说什么是不是？我就怕那个老人家说我老牛吃嫩草，东西说的我名誉更不好了。哎呀，既然你这样子说，哎呀，那我也没办法了，只要你开心，你说吧，那我怎么办？你帮我想个办法吧。你这啥？我再帮你介绍介绍吧。你再帮我介绍介绍吧。那行吧，要不你现在马上到我家，我换个衣服，然后呢我再帮你介绍个隔壁老婆，好吧？那行吧，那介绍介绍，咱们现在就去哈。来这里。我换套衣服。叫阿姨，冰冰姨。这就是你小孩呀？对呀，这个是小爱，这个是小福。哇，好可爱呀。那个大头啊，我跟你说了，
我太喜欢小孩了，这样说我没有小孩哦，但是他们两个，哎呦，我真的是太爱了。你不用换衣服了，我觉得孤苦伶仃的，这两个是孤苦伶仃的，他们从今天开始他们就不再孤苦伶仃了，他们以后就是有妈妈的人了。哎呦，我太爱了，叫妈妈，叫妈妈。哎呀，你看他还害羞，叫妈妈。从小缺少母爱，这没办法。那，哎呀，你喜欢你就跟他的玩了先，我换他衣服，我再带你去相亲。我不去了，我不去了，我就在你家住下了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哎呀，这怎么行啊？那我不管，那我不管，我就今天我就在这住了。那个，我要跟小孩玩，叫妈妈。你等，你在这住，我带着两个孩子，这成什么样子吗？哎呀，现在就不是你一个人带两个小孩了，现在是两个带两个了，猪头。那你要真的跟我在一起啊？哎呀，不是真的，是千真万确。这怎么行呢？我现在家里面那么穷，再养你，那不是要我雪上加霜吗？哎呀，两个人一起共同努力，没关系的，不要在乎那些，没有咱们就吃少一点，有咱们就吃多一点，知道吧？真的是。不是啊，我们再苦也不能连累孩子啊。你在这里不知道你能不能吃啊，吃多我的孩子受苦怎么办？不会的不会的，我明天开始啊，我每天吃白粥。哎呀，你放心了，这小孩我会替你照顾好，我就拿他们当亲生的一样就可以啦。不行不行，你相信我啊，不行好不好嘛？不行，我觉得还是你要认真的谨慎的去考虑一下，考虑一下，不然的话我一怕你受苦啊，我也受苦啊。哎呦，真的是，你怎么这么执迷不悟啊？哎呀，我不管了，我现在我就要在这里住下。哎，你走开走开走开。哎呀，我今天晚上我要跟小孩一起睡哈，叫妈妈。喂，小爱，你不能让他做妈妈，你妈妈在广东那边了。嗯，完了完了，现在又添一把口，看来我的日子真的是越来越难了。想想我当年一个人的时候那么是多潇洒，现在家里面添了三口人了，要我雪上又加霜了，火上浇油了，一贫如洗啊，家徒四壁啊。